音不准，先生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这音乱成啥样？还在调？好了没有？哎呀，还搞不好？你随便来一首呗。那牛郎鼓也不会，哎，这是咱真不是一个年代。你放一首给他听吧，我你还他都会啊，他会哼几句那个歌。别想进到别人的世界，寻找。